铭记历史是为了珍爱和平，而在和平的今天，我们依然需要一种精神，那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。在九三胜利日阅兵仪式上，有一位老兵叫张玉华，他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等大大小小上百场的战斗。在战场上，敌人的子弹打穿过他的手掌、他的膝盖、他的右腿，直到今天，在他的腹部还留有一枚子弹。1986年，老人离休之后，又积极投入到各种公益活动当中。他拿出自己并不高的收入，资助各地贫困群众。他说：“就算我老了，我也要为青年人服务，为老区人民服务。”可以说，在战争年代，他是一名出生入死的钢铁将士；在和平时期，他是一名甘于奉献的革命老兵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年已经整整100岁的张玉华。张老您好，欢迎您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。大阅兵那天，您乘坐的阅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，您行了一个长长的军礼，这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情感啊？让我英雄的战友们鞠躬。您坐。一位100岁的老人啊，用自己曾经被子弹打穿过的手掌向我们行一个坚定的军礼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从未改变的英雄情怀。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，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。在这里，我们要向所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功立业的英雄们致敬。